咁但係好多人真係咧，而家玩遊戲機咧，成日就哇嗰啲嘢擺定曬喺度，一路玩一路玩，因為唔想行開。尤其嗰種咧係咩咧？網上嗰種啊，因為嗰啲朋友 A、B、C、D 個個喺度玩玩開喎，喂你而家玩得咁好，你做乜嘢啊？咁樣即係唔想行開，唔想停喎。於是咧佢噉一聲跑過去，而家佢玩噉一聲跑過去攞咗塊嚟擺喺度。如果真係咧，有啲人話真係攞個痰罐喺度，嗱，如果冇人喺度咧，咩都即係唔使再洗手間啦。哇！望住佢，把啲水全部擺曬喺度，最好雪，係啊，係啦，個雪櫃就放埋喺隔離。哇！一路玩，一路玩，一路玩，一路玩。嗱，佢唔知道，佢以為好玩喎。有啲人真係玩到死喎。魔鬼攞嘅走佢幾多嘢啊？佢以為佢係得到，其實佢係攞走，因為佢要靠呢樣嘢，佢就上咗癮啊！佢冇呢種自然嘅平安喜樂，神造人嗰種嘅自然喜樂平安已經冇咗，佢一定要靠一樣嘢刺激。俾佢偷咗去，即係我哋其實好多人都係咁樣樣嘅，或者懶惰就係、是、即係永遠都唔勤力嘅。總之考試咧，考到甚至出貓啊，我咧就出貓啦，考到喎，我合格喎，哇幾犀利！佢又讀力都唔合格，我就合格咗啦，哇！我咪係神仙咯咁啊！但係當你將來你去做工嘅時候，你出貓一次，其實你出貓一次，你可能你第時俾人捉咗，俾人趕出校。第二天你做工的時候，那個人話：我俾篇文章你睇下，唔該你覆信啦。咁你睇下，哎呀死啦，都唔知佢咩字嚟嘅，啲咩嚟嘅咧？你讀咗咁耐書，點解唔識啊？嗰陣時我出貓噶嘛，佢以為係好啊，其實佢係俾魔鬼攞走咗呢啲嘢。懶惰係一個魔鬼好有效嘅方法，同埋啲遊戲機全部啲現代啲嘢，全部都係好 addictive 嘅，係上癮嘅，捉實你，綁實你，令到你唔能即係擺脱唔到嘅。咁你仲想唔想俾魔鬼偷？你有咩俾魔鬼偷緊？你諗下，你嘅情緒、你嘅思想、你嘅人生目標，係咪你做人咧？好似冇咗人生目標咁嘅，就係每日咧就係食啊、瞓啊、睇電視啊、玩啊，哎呀，日日都唔諗前面嘅。嗱，呢個就係魔鬼偷咗走啊！但係當一個屬神嘅就唔同喎，喺我心裏面，我時時想祝福人。我見到有人佢想。俾神嘅愛祝我，去經歷神，去愛神，我就會好樂意去幫佢，因為我知道呢個神嘅恩典，我想俾人啊，呢個神嘅恩典啊，唔單止我喺神嗰度會有恩典，我俾人喎，我唔係去做人嘅寄生蟲，有啲人係寄生蟲嚟喎，係佢爸爸媽媽嘅寄生蟲，即係爸爸媽媽養住我啦，我而家，我做啊，我又唔想做書，又唔想做工，啊，你又餵我啦，要俾飯我食啦，你唔通趕我出街咩咁？嗱，呢個係爸爸媽媽嘅寄生蟲喎，到有一日。爸爸媽媽老了你都做不到工的時候你就會變成一個很慘的人因為你的前途會坎坷你會生命發揮不到出來為什麼不趁我們還可以的時候拿回這些東西勤力是不是很慘呢、這個、你懶慣是 很難勤力的但好像我勤力慣了如果我那天在這裡就是攤在這裡不做事我覺得很浪費時間的除非我是休息除非我去運動我去或者去欣賞大自然界，去即係令到我身體得力。如果唔係咧，我覺得係嘥時間嘅。勤力唔係慘嘅，唔係做嘢好慘好慘。當然有時你都會想 relax 下嘅，即係你會想休息下嘅。但係你會諗下我應該有啲做可以做得嘅嘢係有貢獻嘅喎。咁你就去學去做啦。如果唔係，你就俾魔鬼偷咗佢啦。希望大家唔好俾魔鬼偷咗呢啲嚇。殺害真的會殺死的魔鬼會將人殺死好像剛才那個 David Parnell 他想殺人他想自殺前一排那個、學生其實都不止一個有一個韓國的學生他就開槍打死很多人因為他很憤怒也都是很不合群他自己很不開心即其實魔鬼將他的拿走是不是他那些不 開心拿走了令到他很失望不敢跟人說話沒有自信心只有一樣嘢夠膽對住個相機影咗，我要講咩嘢？我要嬲你哋，憎你哋，跟住擺上網，跟住去殺死啲人。即係話咧，其實佢係好，即係佢好，即係咩都俾魔鬼偷曬。然後最後魔鬼做咩咧？透過佢殺死人，並且佢自己殺死埋。魔鬼係真係會殺死人嘅。你會唔會將你嘅生命就俾魔鬼偷下偷下就殺死佢？同埋毀壞，你起過乜嘢全部都拆毀，拆毀容易，因為起容易啊。拆位容易的譬如你起一間屋你要很久的時間拆位要多久啊？好
好快啊！你直接揾個大錘，砰砰砰落，嗰陣全部打爛曬啊！你見有啲嘢係好難、好長時間，但係拆位好容易。所以一時嘅怒氣，有時你發嬲嘅時候，唔好喺度同人講：我以後唔想見你。嗱，呢個好長時間嘅關係，一句説話鬧完之後，你好拍好耐都修補唔翻，或者以後都修補唔到。即係魔鬼就會將你嘅毀壞、你嘅前途毀壞。一直之間，譬如你做工嘅時候，你懶惰俾老闆睇到，老闆即刻炒你。你申請工幾難啊？一下嘣一聲冇咗。而下一次人哋問你：喂，你嗰幾年做咩工啊？你話冇嘢做，人哋又話你：哇，你幾年咁啊？做乜事冇工做咧？咁咧就，然後咧仲有一樣嘢喎，就係、是、你做啊，跟住話俾你聽：係我做。跟住話點解你離開啊？炒魷魚。因為我偷懶，咁嘅時候你都好難揾翻工嘅，所以即係有時我哋以為我哋做過嘢咧冇人知，其實唔係嘅。你所有嘅做嘅嘢，你嘅時間都係，如果你唔做好咧，你都係俾魔鬼毀壞緊，即係你過去嘅年數毀壞緊。不過你而家你都係後生，都唔係太遲。希望大家會翻到神面前，所有魔鬼攞走嘅攞翻轉頭。咁耶穌嚟就唔同喎，耶穌嚟我哋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耶穌嚟係叫我哋得到豐盛嘅生命嘅，唔係淨係活著。嗱，有啲人咧成日都話：我一生人咧啊，我賺到錢，我生仔個個都長大啦，啊佢哋又賺到錢，又生孫啦，哎呀好多仔孫啦，啊個個都賺錢啦，個目的咧就係有得食。但耶穌唔係淨係叫我哋有得食，因為一隻狗都有得食，只雀仔都有得食。即周圍的動物都有食，係咪我哋做人就為咗有食咧？咁我哋做人應該為咗豐盛嘅生命啊！嗱，耶穌嚟真係會開心嘅，耶穌嚟到個人平安喜樂。我唔使靠打遊戲機，我亦都唔想去試，因為試咗我費事去又要去即係要摁啊，要啊戒嗰啲癮啊，就算幾細嘅癮都好，我費事戒。我發覺好多嘢係會入心嘅。我譬如我鼓勵你唔好聽鬼故，唔好睇鬼故，即係我都有試過，有時一開電視一睇到嗰幕喎，我一幕，跟住咧熄咗機喎，哇！點不知會諗翻喎，發覺，即係我自己發覺呢樣嘢喎。有時咧會喺黑嘅時候會諗翻嗰啲幕嗰啲鬼嘅出現嗰啲情景喎。咁但係咧，我靠耶穌咧，我就會勝過，我又唔去睇，我又費事去睇，我又唔怕。嗰陣時我喺有間教堂咧。嗰間教堂咧，好遠路出去嘅，咁啊成條路咧，淨係得細細盞嘅嗰個夜燈嘅啫。咁我就熄曬燈，咁啊係咁行，慢慢行上。我又唔會話，哎呀死啦，哎呀有冇鬼啊，有冇鬼啊？我一啲都唔驚，因為鬼怕我，我同人講鬼，我一啲都唔怕鬼，因為我有耶穌。但我發覺我都我睇啲鬼故一樣會入我心，都會影響我喎。所以我唔好俾嗰啲嘢偷咗我嘅嘢。但係耶穌俾我咧就平安喜樂啦，平安耶穌俾我係好嘅，係快樂嘅。所以我不想去跟一些不好的人，我會去那些不好的人幫他信耶穌，但我不想去跟他們的道路。所以你發覺你周圍的人是跟世界的路將你的攞走，你可以跟他做朋友，不過你不要跟了他的路，不要被他影響。我們今天的信息就是說，既然魔鬼攞了這麼多東西，創世記三章十七節這個神對亞當的說話一起讀，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幫我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當亞當犯罪之後，跟住人類全人類就好大嘅痛苦啦，就係咧地為我哋嘅緣故受了咒詛，所以而家個地球一路變差，一路咧直至到世界末日，已經係壞到冇得再壞啦。咁嘅時候咧，耶穌翻嚟啦，即係已經一路破壞一路破壞。咁咧人咧亦都要終身勞苦先得能夠有得食，並且咧你種嘅時候唔係生出好多好嘅嘢喎。佢生好嘅時候，同時佢生好多荊棘蒺藜，生好多野草出嚟嘅。你要汗流滿面先至能夠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即係話我哋一生要勞苦，呢個係魔鬼從我哋身上攞走。嗱呢樣嘢我哋在世上係翻唔到嘅，在天上我哋就會翻轉頭啦，就唔使再係咁樣勞苦受煩啦。